让我自己去做的比较方便。为什么呢？你拍人家的电影，人家一场打的戏给你大概3天5天，就算是别人家导演，他们的压力也很大。现在不是，我自己投资，我自己导演，我自己制片，我一场戏拍一个月，谁敢想，谁哪个老板想那么敢那么做？今天拍不完，今天累，我不拍了，明天再拍。我看见大家工作人员累了，休息，而且我有这个权利，我也有这个在享受拍摄了。拍戏过程，那你拍别人的戏，不管是外国啊或者别人，他们的超支啊、预算啊，都要打在里面，变成你不拍也不行。现在不是，现在是我每天拍，2天的戏我拍8天，5天的戏我拍一个月。我现在所以每天我很享受这个拍戏的过程，嗯。